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感谢主的保守平安，我们经历了2020年，而教会各类的事工亦都能够依计划成就。还有几日我们就进入2021年啦，在未来的一年，我祝大家身体壮健，灵命加倍长进，荣耀神。诗篇103篇这么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现在请领唱组带领我们以诗歌赞美我们的神。神是全能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宰。我们由岁首到年终不住的赞美神，因为只有耶稣的尊贵高超过一切，因为除耶稣以外并没有别的名可以配受我们的赞美，我们的崇敬。大地颂赞欢唱，赞美你名字，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万族万国高唱赞美你名字，从永远到永远，你超过诸天，除你以外找不到尊贵像你，除你以外找不到更我们贴近你，以致我们能够有悔改的心、谦虚的心、哀痛的心、温柔的心，以致到我们可以享受到耶稣的临在，好好的跟随主的脚踪，天国紧了。全世界永高举，荣耀我主万世之王。全世界爱高举，尊重我主，跪拜耶稣。全真心口赞颂，情冠冕心献奉，将心一意地
敬拜，神是我主，配得敬拜，全地跪拜主，众心献上，耶稣荣耀君王，全地歌唱，主天和应，天国近了我，心悔改，天国近了我，心赞颂，齐虚心哀动。温柔，何无我主，何无天光，敬拜。全世界永高举，荣耀我主，万世之王。全世界爱高举。全众我主跪拜耶稣，全真心口赞颂，情欢喜心献奉，尽心一意地敬拜，神是我主，配得敬拜，全地跪拜主，众心。献上耶稣，荣耀君王，全地歌唱，主天和应，天国近了我，心悔改，天国近了我，心赞颂。圣灵啊，求你牵引；圣灵啊，求你照亮我的内心，以至到在黑暗的世代，我们站立得稳。圣灵啊，求你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愿你来，我愿你降临。
的深处，照亮我内心，救助我离开幽暗。圣灵啊，求你牵引，我愿你来，我愿你降临，我愿你走进我灵里的深处，带着我持腰向，凝望那施恩典的脸，圣灵。请大家低头诚心祈祷。慈悲仁爱满有权能造天造地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在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们心里感恩，因为你的大爱，不因我们悖逆，仍顾惜我们为你所做，使你的独生爱子耶稣甘愿降卑为人，替世人赎罪，牺牲性命，叫凡信祂的都可以罪过得赦免，被你称义，得享永生。我们为困难的一年快要过去，感谢恩主保守各弟兄姊妹的生命不被新冠病毒感染，感谢主赐教牧同工执事有聪明智慧，因应疫情而妥善安排各类侍奉，能够依计划成就。我们为言语行为不合而得罪神、得罪人、有心无意犯罪的，求主赦免。求圣灵每天时刻提醒及赐能力，叫我们远离试探，过得胜的生活。教会计划在2021年1月开始恢复实体崇拜，同时作网上即时传播。求主带领一切准备工作，使新崇拜安排顺利。我们求主继续帮助疫情减退，叫人类爱惜大自然的环境，使自然生态受到保护。求主帮助各国能够早日研制成功预防新冠病毒疫苗，使人类脱离病毒的恐惧，人类又能够反省过错，对主有感恩的心。我们为身体软弱、心灵忧伤的弟兄姊妹祈祷，求主医治，求主安慰以鼓励，让他们早日获得新心灵壮健，见证主恩。为教牧同工执事会祈祷，求主保守各人侍奉心智和热诚，便有从天父而来的聪明智慧能力，带领众弟兄姊妹灵命增长，真诚互助，热心爱神爱人，而且在生活工作和侍奉之中都能够见证主，荣耀上帝。我们求主赐口才能力与今日正道的张家群牧师，能够将主的真理解明，又求主
开启众人的心，得蒙造就。以上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日是由本堂的主任牧师张家群牧师正道，讲道的题目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讲道的经文是记载在启示录22:6-21。启示录22:6-21，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可信靠的，是真实的。主就是赐灵感给众先知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要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当我听见看见时，就俯伏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以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以及那些守者书上的话的人同时作仆人，你要敬拜上帝。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时候近了。不义的让他研究不义，污秽的让他研究污秽，为义的让他研究为义，圣洁的让他研究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的，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开始，我是终结。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显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和行虚谎的人。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了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我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圣灵和新人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口渴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警告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记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些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坟。证明这些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2020年最后一个星期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去敬拜祂，去赞美祂。没错，2020年的而且确是一个难忘的一年，因为疫情的爆发改变了我们整个世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很多人都觉得今年是不好过的一年，但我很相信在今年神有祂自己的美意，祂要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去更加经历祂，去更加体会到祂又是一位真又活的神，我们能够依靠祂去度过这个疫情，祂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仰望祂，继续的跟随祂。在三月到现在，我们一直有网上的崇拜，我们一直很想都回去礼拜堂有实体的崇拜。其实原本是1月3日我们安排了实体的崇拜，但是因为疫情的反复，我们到现在都不可以肯定能不能够回去礼拜堂去敬拜。所以我们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祈祷，因为我相信如果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回去礼拜堂有这个实体的崇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祈祷，一起去仰望神，跟随祂的带领。弟兄姊妹，我们也都留意教会的报告，看看我们可不可以真的1月3日回到实体崇拜。
2021年北雪教会的主题是成为门徒。其实每一位信徒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要先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在做耶稣的门徒过程当中，我们要得，我们要被装备。所以培训中心特别安排了在未来三年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装备。所以弟兄姊妹，鼓励你未报名的，我们快点报名，我们一起去学习跟像耶稣，我们学习去跟随主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今年七月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是看着启示录这个讲道系列，今天来到最后一讲。启示录的主题是那位主耶稣是得胜的羔羊，去颠覆了我们怎样去看现实。启示录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因为它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什么意思呢？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而他将必须快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仆人。这里特别提到主耶稣是那位启示的神。启示文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安慰正经历着苦难的信徒，从两个角度两方面去帮助信徒。第一方面就是将信徒带到去未来，给到信徒去看未来要发生的事，给他们能够有能力有力量去经历去度过这些的困难。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是将现在看不到的现实给他们能够看到，以至他们能够有力量有能力呢去跨过这些的逼迫。启示录是基督的启示，是基督亲自去启示给他的信徒，而且启示录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得胜的羔羊，启示录的主角亦都是耶稣基督，是得胜的羔羊。启示录不单止是这个启示文学，它亦都是先知的著作。特别在一章三节提到，诵读者书上的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都是有福的。先知的著作是讲明到这个历史里面神继续在这里工作，他要带来复兴，带来拯救。所以启示录给我们体会到神仍然在历史当中去掌管，他仍然在历史当中去掌权。启示录不单止是启示文学，不单止是先知的著作，也都 是一封信，是特别写给七间教会在亚细亚的教会的信。主耶稣有说话要去跟他们说，不单止跟七间的教会说，是要跟所有相信他跟随的人说。当时约翰去得到异象，在哪里得到呢？在拔摩海岛。为什么约翰会在拔摩海岛？原来当时是罗马的统治，当时的凯撒叫多米田，主后大概96年，他是一位暴君，是一位非常缺乏安全感 的王。他怎样要求他的百姓能够去跟随服从他呢？他要求所有人都要去敬拜他，都要去以他为主，以他为神。因为约翰的拒绝，约翰拒绝去敬拜人的缘故，他就视为一个的反国贼、叛国贼，所以他被驱逐到拔摩海岛。在拔摩海岛，约翰经历个人的危机。一位跟随主、一位忠心服侍主的人，是不是落到这样的下场呢？不单止约翰面对他个人的危机，去牧养那七间的教会，原本有去做领袖，现在的领袖被驱逐了，这七间教会落去点呢？有没有领袖，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去带领他们呢？他们面对教会的危机，不单止面对个人危机、教会危机，也都面对信仰的危机。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就要受到逼迫，就要受到迫害呢？在这样这么多重重的危机之中，耶稣向约翰显现，
在拔摩海道顯現，在一個被驅逐的一個地方，一個可以說是監獄的地方，沒有人去到的地方，耶穌在那裡顯現。而在顯現的過程裡面，約翰看到耶穌好像在聖殿裡面出現。原來在一個的監獄，在一個驅逐了一個的地方，都能夠成為主臨在的地方。看不到的現實能夠幫助約翰有力量去面對他眼前的困難。不單止耶穌向他顯現，耶穌讓他看到異象，在啟示錄第四、第五章特別提到上帝坐在寶座上，他仍然是做王，仍然是那位掌權的神。羔羊亦都是一樣，坐在寶座上，在宇宙的中間，他是掌權，他是作王。看不到的現實比約翰有力量，比信徒有能力去跨過他們眼前的困難。不單止是這樣，耶穌比約翰看到將來要發生的事，比他看到神要審判這個世界，透過七個印、七個號、碗的異象，去看到神要他來審判。不單止是這樣，去看到巴比倫的毀滅，看到受假先知魔鬼，凡是敵對神的、敵擋神的，一切都要滅亡。約翰繼續看到最後的審判，所有人有一天都要去向耶和華交帳，耶和華神要去審判他。最後約翰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臨在世上，將快要成的事，將將來的事給約翰看到，給信徒看到，以致他們有能力去跨過現在眼前的問題。來到最後一段了，我們今天來看啟示錄第22章6至21節。我給了今天的主題為主耶穌我願你來，可以分為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6至10節是講到主的啟示是可信靠的，第二個段落是11至15節講到主工作與完成，第三個段落是主的福和警告16至19節，最後是一個結語，就是20至21節。我們就跟著這樣的結構，我們來看這段經文。看之前我們一起祈禱。只有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打开你的话语。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去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力量。求你的圣灵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止明白，而且愿意去实践。奉耶稣名求，阿门。启示录第22章6至10節這樣說，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主，就是賜靈感給眾先知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要將必須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仆人。看啊，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當我聽見看見時，就俯伏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要拜他。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以及那些守這書上的話的人同時作仆人，你要敬拜上帝。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時候近了。第一個段落，主的啟示是可信靠的。天使跟約翰說，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為什麼這些的說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因為指示約翰的那位是主耶穌，他那位騎著白馬，在他的名稱為聖信，稱為誠實的主，他是信實的主，所以他說的說話是必定應驗。不單止是這樣，其實這些的說話，這些話是可信靠的，在21章5節已經出現過，那裡說到說，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你要寫下來，因為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那位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坐在寶座上所說的說話是可以信靠的。
这个特别提到要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我们会问，将要发生的事，当约翰看到这些预象是大概主后96年，现在已经是大概200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还未发生，为什么是将要发生的事呢？原来圣经看我们今生同埋耶稣再嚟，耶稣佢所讲嗰嗰啲嘅异象，唔系用一个时间嘅相隔嘅分别，而系咧系用隐藏同埋眼前见到嘅分别。意思就系话，当我哋相信凭住信嘅时候，我哋就能够睇到主将要快来嘅，其实就喺我哋嘅眼前咁近。将睇唔到，俾我哋睇到；将要发生嘅事，指示我系咁样解。唔单止嗰位主，嗰位诚信诚实嘅位主去指示可以信靠，而且约翰继续话：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约翰就系嗰位见证人。佢是那位能够见证这些说话 是可以信靠的。他就加插了一个的典故，一个的小插曲，就是 去苦伏敬拜这个天使的时候，天使就叫他不可以，你不可以拜我，因为我和你都是仆人，我们要拜的是天父，是上帝。这里第十节提到不可封书上的预言，因为时候近了，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在但以利书八章那里，但以利去、被吩咐要将这些异象去、封住，不要给人看，但是在这里他说要将这些在即是书上的预言不要封。为什么？因为时候近了，时候近了，是什么时候近了？是耶稣降临，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近了。要这个全世界都要看到耶稣降临，就好像是一章七节这样讲：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耶稣快要回来，时候近了，时候近了，不单止讲耶稣要快翻嚟，仲要讲系第二，就系、是、第二个段落，就讲、是、到主嘅工作系要完完全全嘅完成。第十一至十五节咁样讲，佢话不义的让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为义的让他仍旧为义，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看下我必快来，想罚在我，要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开始，我是终结。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圣爱有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和行虚谎的人。十一至十五节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线形的写作，去呢第十一节和第十五节是呼应，第十二、十四节呼应，而中间第十三节就是这一段落的中心。第十一节讲到不义的让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为义的仍旧为义，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这个提到呢，就是到那个的时候，如果你是不义的，你就是仍然是不义；你是污秽的，仍然是污秽。你是没有时间再回转，没有时间呢 去悔改，去改过的。到时你是怎样就是怎样。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如果我们是为义的，我们到时亦都是为义；我们是圣洁的，到时亦都是圣洁。比较着就是那些是不义的，去的结局第十五节。圣爱有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和行虚谎的人，这七种的犯罪的人，意味着在圣内的是没有罪恶的，所有罪恶都是圣爱的。这是
第十一、十五節。十二節嗰度點解不義嘅仍然不義，聖潔嘅可以仍然聖潔？因為第十二節講到，看啊，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每個人所行的報應他。原來主再嚟嘅時候係要施行審判，獎罰喺耶穌，耶穌要賞罰我哋。點解佢能夠賞罰呢？第十三節講俾我哋聽，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開始，我是終結。這些的對比，阿拉法、俄梅格，首先、末後、開始、終結，是講到是耶穌是那位前，也是那位後，那位開始，也是那位終結，是包含所有所有都是在耶穌的裏面。其實這些的稱號在啟示錄一章八節已經出現過，但是那裡它是形容神，形容上帝。現在這些的形容是形容著主耶穌，形容著羔羊。所以除非主耶穌是神的時候，沒有可能，沒有理由耶穌可以被稱為阿拉法、俄梅格，首先、末後、開始、終結。耶穌就是神，他有權柄去審判。而那些的為義的，那些聖潔的，不是因為他們行好事，不是因為他們好人。第十四節特別講到，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又復了，原來是要依靠羔羊的血去洗淨，洗淨衣服，以致他們能夠進聖。而當他們能夠進聖的時候，他們就有權柄，他們去到生命樹那裡。主的工作雖然在十字架已經完成，但是當主再來的時候，就是完完全全整個救恩那個的救贖是完完全全的完成。這是第二個段落。第三個段落，第十六至十九節，那裡，我耶穌差我使者為了眾教會向你們證明這些事，我是大衛的根，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神色神聖，聖靈和新娘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要說來，口渴的也要來，願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這個提到主的福，主耶穌是那位差遣那位主，他怎樣被形容呢？他是大衛的根，是他的後裔。好像很矛盾，怎樣是大衛的根，根就是說是那個源頭，怎樣是大衛的源頭，也是大衛的後裔。這個就是正正耶穌，耶穌他是神，所以他是大衛的源頭，但是他降世為人的時候，他成為大衛的後裔，因為這樣的緣故，他就能夠施行拯救，他就能夠成就救恩。而且繼續，耶穌被形容為明亮的神星。什麼是明亮的神星呢？明亮的神星何時出現呢？是大概兩三點的時間，是可以說是最天，即天最黑的時候，黑完了，你見到神星的出現的時候，就代表意味著在新的一天他要呈現出來，早晨快要到了。雖然當時神星的出現仍然很黑暗，仍然是黑暗暗，但是有那個盼望，有那個把握，早晨要來了。耶穌就是那一位，所以我們今天好像仍然很黑暗當中，但是耶穌已經出現，明亮的神星已經出現，給我們肯定，給我們把握耶穌他所講的一切，那個的神，那個的早晨，那個的新的一天要來臨，我們能夠依靠這位神星。繼續第十七節，聖靈和新娘都說來，聖靈和新娘即是教會，即是信徒，都說耶穌你來了，而且聽見的人
凡是读启示录，凡是听嘢启示录，呢啲嘅信耶稣嘅人都话嚟，口渴嘅人都要嚟。点解啊？因为愿意嘅人能够白白取生命嘅水喝。耶稣是那位活水，是那位生命的水，是有需要的，无论是多大多深，是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完完全全的满足。耶稣就是那位活水，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福气。主有福给我们，但也都有警告。第十八、十九节，我警告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记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擦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擦去他的坟。这里提到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那些人如果是加盐加醋，将咧冇讲嘅喺启示录嘅去加咗入去嘅时候，小心啊！因为耶稣所记载、所提到嘅灾祸要临到嗰啲人嘅身上。启示录，我再强调系讲主耶稣，主角系主耶稣，这个中心亦都系主耶稣。所以如果我们看启示录，我们以为启示录是一个水晶球，是讲关于未来的，是帮我们看到预卜先知预卜未来的时候，小心不要加盐加醋，不要加了启示录没有加的东西。同样，如果我们擦去启示录所记载的，神耶稣都会是将我们的名从生命擦，从圣城的擦拆了去，我们再没有份了。这是很大的警告，当我们听了，当我们看了，我们怎样回应呢？我们相不相信启示录的弟兄姊妹？相不相信启示录所记载的？我们的生活又怎样去反映我们相信启示录的信息的呢？弟兄姊妹，不要再按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看到的现实去过我们的生活，反而我们要凭着启示录给我们看不到那些的现实，现在彰显给我们看了，我们是凭着看不到的现实去过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有把握，能够有这个的信心，我们能够有一天一同去到主耶稣那个的去所邀请我们的婚宴里面，我们有份。最后启示录的结语二十至二十一节，那里提到证明这些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去讲是的，我必快来。耶稣去亲自讲给我们听，他必快来。阿们，诚心所愿，耶稣啊，我愿你来。其实讲到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不是一个容易讲的说话。这个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圣经出现过两次，在这里和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是跟审判是有关的。我们还记得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那里看到耶稣有说话对七间教会说，他对几间教会说，如果你不悔改的时候，他就要来，你就要审判。所以我愿你来，耶稣来和耶稣的审判是相当有关，是密切的关系。在十四章第七节那里提到，要敬畏上帝，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水源的主。这个特别呢是提到当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我们去等候，我们去迎接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态度？我们应该有敬拜的态度。这个敬拜的态度
其實在16章15節是同一個意思，那裡看啊，我內像踩陽，那警醒穿著衣服的人有福了。如果我們警醒的時候，我們就會活著一個敬拜敬畏神的一個生活。所以主耶穌，我願你來，不是我們口即是口噏講主耶穌我願你來，因為主耶穌來的時候他要審判大地，我們要警醒，我們要過著一個敬拜神敬畏神的生活。怎樣能夠去警醒，怎樣能夠去過一個敬畏神的生活呢？最後這一節那裡特別提到約翰，他說願主耶穌的恩惠與眾聖徒同在。阿門。提醒我們，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去警醒，不是靠自己去得勝，而是單單依靠主給我們的恩典，是白白給我們的恩惠。所以弟兄姊妹，來到最後一個的星期日，願意我們前瞻2021年的時候，我們能夠繼續靠著主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去侍奉祂，我們服侍教會，我們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我們能夠過一個得勝的生活，不是靠著我們自己，是靠著得勝羔羊給我們的能力，我們就能夠預備好我們自己迎接主耶穌再回來。如果我們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能夠真的說，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巴不得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夠這樣說，主耶穌啊，我願你來。我們一起低頭祈禱。其實主，我們感謝你，你給我們有啟示錄，你又給我們看到你自己的話語，你將看不到的現實你呈現給我們，你亦都将要发生的事去俾我哋睇到，目的系要去安慰我哋，目的系要俾能力我哋，俾我哋能够靠住主耶稣你嘅恩惠、你嘅恩典，我哋去过我哋得胜嘅生活。唔系因为我哋嘅缘故，系因为羔羊已经得胜，我哋系靠住羔羊过住一个警醒嘅生活。主啊，帮助我哋，加力力俾我哋，奉耶稣名求，阿门。天国近了，听完刚才的信息，你有什么回应呢？圣灵啊，求你帮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过得胜的日子。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你来，我愿你降临。
着你，让我心为你预备，让我心迫切的等候，让我心尽情归你。让我似鸟向来就近诗人宝座前，圣灵啊，求你导引，圣灵啊，求你导引。我就会特别负责第一个的单元知识部分。如果你说今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得着救恩，得着拯救，永生在望，那我还要读圣经？我可以肯定清楚告诉你知道，答案是绝对肯定。因为圣经单只是神向人解释明白我们怎样可以得着救恩，圣经亦都是生命之道，是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是我们的生活的指南，生活的准则，甚至我们生活的依据。因此就让我们一年的时间扼要地明白圣经呢66卷书，并且探讨各书卷的问题，因为有些是历史嚟，有些是诗歌，有些是书信，亦都有些是预言等等。希望能够帮助我哋各人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的题材，然之后知道点样去解释、去学习。从实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所以是等待着你来参加，以致我们一同的成长。北雪成长一二三，北雪成长一二三，北雪成长一二三，诚邀你参加，让我们一起经历成长之旅。我们欢迎你，约定你。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我们散会。愿主赐福大家。